来，番外篇，摄影大哥，巨大吸管，看他吸蛋，看他可不可以一次就吸到这么多。因为男生女生的配合量不一样。来，摄影大哥，那我们换摄影大哥。摄影大哥，现在来开始挑战，一口气吸到珍珠，好不好？珍珠奶茶都有。等一下，我要离他远一点。你最好带醒的。我们要离他远点。对耶，他不会喷你。耶。在那边你很弱哎。郑大哥，今天到这边了，明天见，拜。明天见，拜拜。